这种地方应该是很浅的。哎呀，钓一下好了。这边的水超级有味道。好，再试一下吧。刚是用剩的。有阿虎，为什么哦，鲤鱼哦，怎么这么有力？哦，该，该该呀。哎，好了，好了吧？这边阿虎好粗哦，又粗又大，超级粗的。又大又肥的阿虎好，小比长大，那阿虎也太大条了吧？哦，又是一尾阿虎。体型还不小哦，过来不给我抓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最好自己解钩回家，不我解吧。现在钓的阿虎不太挣扎，
继续，又中啦，感觉都是阿福的样子啊。这一尾比较小条啦，再来试试。又一条了，太阳出来，小阿福失饵，真的是很干脆。抓的时候小心抓，不然被吃到可就很麻烦。吃的蛮里面的。继续调查，又游了下去，浮标都还没完全站起来就来了，小阿福啦，背后还吃到钩子嘞，拜拜啦，继续调查，哦，中了。太阳出来就是小鱼了，小乌鸡。再小钓一会儿，果然又是小条的阿福了。真是麻烦，有够多的，太阳大，小阿福现在都出了。最后一条西亚克鱼吧，试试看吧。哦，中了中了，果然又是小阿福，只是有大阿福了。我的体型都比没有比刚刚大，小也不过是小啊，小很多，但是以这种污水来看的话，算是很小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边了，下课。啊，收一波喷射鱼。Hello， 我是吴白啊。今天在这个乌日大桥下面这边一点点钓，天气热了，小浮都出来了，赶快溜了。钓个半小时就好了。好了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